体外除颤器 AED， 如遇前刻有心跳停止的意外状况呢，可以立即来提前更新。今日呢，我们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呢再捐赠我们高捷曲线车站是三台 AED 的设备，包含过去的八年保固，完成我们高捷红橘两线全数车站 AED 设备更新的新的里程碑，让我们的旅客呢更有安心搭乘环境以及急救的保障。那么当然今天有许多的展会贵宾莅临到我们的活动现场，那来祝福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，非常感谢各位贵宾的莅临哦。所以接下来上明今天的与会贵宾，所以当主持人引爆上明到您的名字时，请您起身来跟大家挥手接受大家的掌声欢迎。首先要欢迎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林志宏总经理，掌声欢迎。可以增加患者 10% 的一个存活率，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人来民众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协助的一个使用。那么本行这一次来捐赠高雄捷运 AED 的这个以及后续的这个相关维护，可以将有助于推展这个推广医疗这个救护的一个重要意义。那本行这几年来除了在营运上稳定获利以外，更致力于推展社会企业的一个形象的关怀，落实 ESG 的一个理念。那么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国际组织的一个肯定下，
已经获得 MSCI 啊 Double A 的一个认证，也获得 S&P 啊 Global 永续连接了，才前10%的一个评鉴啊。那我们在内部也在争取这个零碳排的一个承诺，成为全国第一家这个千账金融卡逐机认证的一个银行。那么这一次我们捐赠高雄捷运局限的 AED 的设备，将会把这样的一个救护啊延伸到最前线的这个旅客运输了，那以高捷公司啊共同来缔造旅客健康安心的一个乘车环境。那本行长期推展这个 ESG 与爱地球挺环保以及感恩心关怀群来双主轴来进行，那陆续推展各种永续以及社会公益的活动，关心环境，关怀社会，啊，继续善尽我们社会公民的一个责任，更希望借这一次的一个捐赠仪式来抛砖引玉，大家来跟各个企业一起来关心，一起来推动医疗救护的这样的一个安全乘车的一个机会。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捐赠，我们也希望说借这样的机会，让全国民众、各地的民众都能够喜欢来我们高雄旅游，来我们高雄市旅游，安心、安安心心、快快乐乐，一起来促进高雄市的经济繁荣，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最大的心愿。最后，谨祝大家端午节佳节愉快，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谢谢大家。上海上面的林总经理，应该要升这个执行部长啊。那我们的黄杰，我今天代表高铁公司呢，非常感谢上海上面。好，那其实 AED 啊，我们不希望用到，但是如果真的需要用到，那这个可能就是救大家一命的很重要的一个工具。所以基本上 AED 就高铁公司来讲是非常有用，但是102年，抱歉，我们用了8次。好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希望它是一个能够协助大家生命延续的一个利器。好，那从102年高铁公司装的这个 AED 以后，我想对于乘客所有的安心呢，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些安定的一些效果。好，那坦白讲，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实在是非常感谢林总非常大的帮忙，尤其是黄杰。好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黄杰也极力帮高铁公司争取这个捐赠。好，那我想对高铁公司来讲，这个确实是一个能够获得外界大家一同肯定，那么同时也对上海银行的 ESG 呢，我想应该是一个加分的一个项目。那要跟林总报告呢，这个 AED 呢会在我们的捷运站呢站了8年，所以这8年呢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上海商银对于这个 ESG 的贡献。好，那我想谢谢大家的参与，你做这样的一个投入，对于环境，对于所有乘客的一个投入。好，那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的这些媒体朋友，好，以及高铁公司的相关人士，以及我们上海商银相关人士的这个参加。我想在此谢谢大家啊，也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参与这个活动。好，那我个人代表高铁公司先跟大家致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前方的镜头，来一点热情的掌声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感谢上海捷运银行卫星公益慷慨捐赠高铁，我们的捐赠正在是300 AED 设备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经理的手中，再有请我们林总经理交到我们杨董事长的手中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前方的镜头，有请我们上海的媒体朋友来帮我们捕捉这个亮丽景象的画面。好，谢谢我们上海捷运银行，谢谢。好。
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杨董事长呢，帮我们将这个 AED 包呢装好。谢谢大家，来守护我们。也要邀请我们刚刚有上面到所有长官贵宾一起来到我们的台前，进行我们帮我们比出一个大大的赞，好不好？今天的真正仪式非常的顺利，我们比出一个大大的赞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中间的摄影镜头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帮我们比出一个爱心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的捐赠仪式，爱心大心小的捐赠仪式 AED， 我们比出我们的爱心。谢谢。